你出过个人专辑吗？发过。除了歌手，是否从事过其他职业？分别是什么？有，我是做过很多啊，导演啊，演员啊，模特啊，开过餐厅。唱 KTV 必点歌的前三名是什么？必点歌呀，张惠妹的《记得》吧，很好听，好，很好听。三首。三首，知道我在想。必点歌，林依林吧，没结果。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一般会做什么？这个一讲他们也知道我是谁。我会煮煮饭呀，我煮饭很厉害，然后就煮给我家人吃，然后他们都很喜欢我煮的东西，然后还会写写歌啊，对，因为我都有写歌的，对，然后还会画画，然后还会，我喜欢跑步，虽然我会飞，但有的时候翅膀累了跑步。所以最喜欢的运动是跑步吗？刚好下一个问题。不是，我讨厌跑步，因为我是小鸟，我喜欢飞。好的，你有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生活习惯？我睡觉的时候呢，一定是戴着眼罩，然后呢，因为我会戴耳塞，然后我睡姿一定是这样子。我是一定用一只手握着我的嘴巴，那我就睡得着了。我会一直握到早上。那如果，我的妈妈或是工作人员要我起来，她就会把我的手打开，然后我就会醒了。好的，如果让你推荐朋友来上蒙面，你会推荐谁来？为什么？给我想想这个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推荐黄渤吧，虽然我不认识。我知道他，我很喜欢看他的戏，但我私底下不认识他，我很欣赏他。然后，我知道他最近也有唱歌，我觉得他唱歌还蛮好听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以上答案有没有混淆视听的？当然有了，我不会告诉你们，你们猜吧。面唱将猜猜猜第三季，荣耀归来。这世界很酷。